春春，哎，你是不是着魔了？怎么满脑子都是许涵呢？妈，你过分了啊！你不让我找许涵就算了，我找别人帮也不行啊！不行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要跟许涵有任何瓜葛，别往自己身上惹麻烦。心竹，我觉得春春做的没错。我的女儿我来管，你没有资格说我。我是就事论事儿，啊，春春是许涵的管家，出这么大事儿。 必须一起承担才对嘛！你说的漂亮，你这个人呐，最虚伪了。廖锦溪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件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，我不允许春春往火坑里跳。其实啊，江江把真正的内幕都告诉我了，我敢保证，你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欢哥啊。 我觉得你对我误会有点深，哎，我说的是事实。